黑龙这次的现身一定是跟你手中的时钟剑有关系的。有没有搞错？他该不会要自愿狂的时钟剑？你光点头不回答，是因为你不是断肠人。就是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然后越讲越流利，最后完全标准。可是你狂，就听起来不赖。那你们两个就可以去那个什么来着？啊，对，就相声社嘛。然后你们就一搭一唱，一搭一唱，两个一起说相声哦。OK 的。自大狂，你少在那边幸灾乐祸。不，话说回来，金刚妹比我想象中的可爱。亚瑟，你跟金刚妹妹的爱情真的很美。对不起啊，我恋爱经验没有你和自大狂丰富，所以很难体会。我只会把她当可爱的小妹妹看待。三位，能够让我插个话吗？请说，班导。亚瑟王同学，你的时钟剑现在对你的感觉还好？我今天当自大狂和小雨面前把剑矢取下，可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着魔异状。是没什么异状啊，只不过他的能量没有以前那么强。预料中的事了，这剑魔被你体中的雄珠所镇住，威力自然就逊色许多了。断肠人，感觉上你有什么言外之意？哇，断肠人，手机回来了哦。还记得这只手机是谁拿走的吗？你猜所的统治者。今天，在你们三位来到我这儿之前，这只手机它突然的就出现在我的摊子上。看起来黑龙还蛮不喜欢占人家便宜的嘛，还有手机还给你。黑龙有事找你。漂亮，汪大董同学，跟你同学多学学啊。是啊是啊，那他找你干嘛？我还在等，这电话到现在还没响过呢。老爸说黑龙的出现绝对会有重大之事发生，甚至认为和我的时钟剑有关。老土龙之老狐狸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我也认为黑龙这次的现身一定是跟你手中的时钟剑有关系的。有没有搞错？他该不会要自愿狂的时钟剑？不过我的时钟剑是会认人的，所以就算他拿去也没用。除非亚瑟连能带剑为他所有。断肠人，你为什么叫断肠？八仙过海，这汤怎么做？你光点头不回答，是因为你不是断肠人。没事，动不了，帮他定住了。不要慌，他要伤我们的话，我要动手。丁小雨说的不错，要不要你们三个是我迟早要做的事情，不过不是现在。这家伙，别太嚣张啊！有种放开我，一对一单挑。我要是输你，随便你怎么样。汪大东西，
的大脑跑得跑啊！我既然有能力用战力把你们三位都给定住了，难道跟你单挑我还会输你不成？你想怎样就直说吧。土龙的儿子王亚瑟啊，你很幸运被石中剑魔给选上。本来我以为你不过是这剑魔任凭摆布的剑魔罢了，却没想到他竟然视你如己出，还想跟你合为一体啊！太了不起了吧！我黑龙穷极一生想要达成成魔的境界，没想到你却轻易就做了。想那时钟剑的话，送了。不要跟我耍嘴皮子，时钟剑魔的事情我比你还清楚。听好，我要你跟着时钟剑完完全全的臣服于我。听好。心甘情愿啊，要不然怎样？你的家人，你的朋友，还有所有一切你爱的人事物，都将一件一件的慢慢消失。放脸屁！凭什么威胁我朋友啊？听好了，你们三个，你们是稀世难得一见的练武奇才啊，武力裁决所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一起来吧，我可以帮你们突破武术上的限制。臭小子啊，还不到跟你斗的时候。哎呦，你们没事吧？是因为你他才走掉。既然是断肠人。看到你们三个真好啊，我还以为我挂了。